魔术拉链，躲好了吗？还没躲好哦。躲好了吗？还没躲好哦。哎，躲好了吗？躲好了，躲好了。很好，那么肉包保卫战之三分钟捉迷藏正式开始。嘿嘿嘿，我要开始找咯。好了，大家都躲在哪里？找到村夫了。这么快就被找到了？你以为反向思考就能躲得了我吗？好，接下来是你在做什么？在这里晒太阳。我们在玩捉迷藏。捉迷藏？这不是小孩子才会玩的吗？这是有原因的。你看水管有什么？是肉包子耶。那是刚才雷公先生给我们的。有四颗肉包子，但我们有五个人，这样好难分哦。很简单啊，我拿两颗包子，剩下你们一人分半颗。啊，不可以了。那就只好靠捉迷藏来一决胜负。我来当鬼，在三分钟之内找到你们所有人，就算我赢，肉包就全是我的了。相反的，没有被胖虎找到的人，就能把包子全都拿走。我找到安雄了。剩下两个人了。安雄输了，能躲的地方太少了啦，这样太不公平了。好，魔术拉链。这是什么？不管你在哪里，只要贴上拉链，看就能打开了。快快进去躲吧。在那里啊。小夫，没有人。怎么没人呢？胖虎不在这，现在是大好机会。还剩下30秒接近，你加油哦。没关系，最后30秒我就在这里等他们出现。太奸诈了，你好好找啦。给我闭嘴，赢了就是赢了。好热啊，是因为我跑来跑去吗？还剩下15秒。嘿嘿，4颗肉包全部都是本大爷的啦。